现在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生产的 Lemon KTV卡拉 OK 点歌机，这款机型是 KHP8816 迷你卡拉 OK 点歌机。我们开箱，这个机器大概有3公斤左右重量。电源适配器，这配件遥控 HDMI 线，电源适配器啊，这个等一下。这是铝合金的面板，电源开关 LED 显示屏，就很简单。然后呢，背板是这个CVBS 的 video 输出，左右声道输出，同轴 YPPR，这个 HDMI 就是连接电视的，连接电视的高清输出。这个是连网线啊，网络线。这两个是 WiFi 天线啊，座子。这个 HDMI 的这个是 SD 卡的座子。这个有两个 USB 的插座啊，就是可以外接 USB 的。设备啊，这个是主的 USB 设备，可以插 U 盘啊，这个可以接那个扩展的USB 的移动硬盘呢，都可以。这个也可以接那个鼠标啊，都可以，鼠标键盘都可以。这个是迷你的 USB 口，就是用来用电脑连接里面的硬盘，那这里面可以装硬盘的，啊，这个是一个平衡口，这是外接电源，就是用这个电源适配器啊，电源适配器连接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有什么配件。AV cable， mini USB 线，这个光盘 ，Karaoke system，Karaoke system files， 这是固定硬盘的，用来固定硬盘的，安装硬盘的螺丝。英文说明书一本啊，就讲的很详细的啊，全部是英文的，很详细的。两个 WiFi 天线啊，就连接到这里了。大概就是这样，欢迎大家购买。下一段的视频我会讲怎么样，当你购买回来8816的卡拉 OK 点歌机的时候，迷你点歌机的时候，怎么样开始你的第一个行动，怎么样使它能够正常的工作。现在我们看一下怎么样能够让一台 KHP8816 的点歌机开始工作。首先我们要把两个 WiFi 天线装好，然后电视跟点歌机用 HDMI 线连接起来。这是一台迷你的点歌机，
然后呢由那个电源适配器插上，连通电源，准备好遥控器，把电池装上，啊，准备好遥控器，现在就可以打开电源，很好，开关。好的，电视屏幕上就显示了点歌记的 logo， 然后这个 LED 的屏幕也点亮了。好，现在可以正常的工作。现在点歌机是配一个这样的遥控器，操作起来非常方便。好的，开机画面出来了，这个是这个主板的型号，然后显示 4K Karaoke、这个 logo 也显示出来了，正常启动。好的，这个操作界面画面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可以是的，然后从这面呢有一个 Karaoke、有各种的那些，我们呢先是这样，先设定这里，把网络连上，连了就连那个 WiFi 路由器， WiFi 我们连接，好，这就会显示出找到的 WiFi， 然后连接上去，任已经连接成功了。这个上面呢，这个 WiFi 的就 WiFi 的信号了，就已经显示在这里，说明是比较正常的。好了，进到这个界面里，这我们去 Karaoke 这里，这里有 Lemon KTV， 还有 Cloud KTV、Lemon Cloud、KTV QC 这几个功能。由于我们刚开始买回来的机器呢，可能你还没有装硬盘。那没有装硬盘的话，因为我们的点歌机它是支持 Cloud KTV 的。可以直接就播放 cloud 上面，就云上面的歌曲，这可以在线的播放。刚才已经连上了网络，我们可以在线的播放，不需要硬盘也可以工作，现在就可以让它立即工作起来了。那我们就选这个 cloud KTV， cloud KTV 就暂时不需要硬盘都可以。 loading sound list from cloud，等一下，正在装载，看网络的情况了，它装载的时间有长有短，如果网速比较快的话，它装的时间就比较快一点，如果是网络比较慢的话就慢一点。在有硬盘装在点歌机的情况下，硬盘里面有歌曲的情况下，硬盘里的歌单会跟云上面的歌单混合在一起，用这个 Cloud KTV可以同时使用，它的歌单是混在一起的，就是硬盘的歌单跟云的歌单混在一起。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硬盘里的歌曲如果不够的话，可以云上面的歌曲来做补充。好的，已经装载完毕，那我们看一下操作菜单。好，谢谢 language 这个语种这里，这个语种的显示呢，就是可以在这里设置，在这里。这里选菜单的语种，比如说是中文，应用。好，你看这个主菜单这里全部都变成中文的界面了，我们再调回英文的吧。好，这界面恢复到英文了，默认是英文的界面。这个界面上有几种，一种是 language 是语种点歌，歌星点歌，排行榜，这个是专辑，歌曲类型，就是搜索，还有收藏。就是已点的歌曲列表在这里，还有一个 YouTube Karaoke， 还有设置，
大概这样。我们一般来说呢是在语种这里点歌啊比较多一点啊，比如说这是英文歌，你看它就显示全部都英文歌，可以翻页。这里呢，这个旁边有这个一个云的这个符号，这个云的这个符号就表示它是云歌曲，就云上面的歌曲可以直接放，就不需要硬盘也可以点啊。我们试一首，我们点按确认键就可以点了。我看一下是吧？可以了。然后中文的歌曲，越南文，有越南歌曲啊，越南歌曲，这些 HD 就表示是高清的，高清的歌曲。这个歌曲呢，都是我们上传到云上面的。看一下疑点的菜单里呢，有选择这两首歌。这切换音轨，伴唱跟原唱。就是音乐跟伴唱，人声跟音乐的切换。当然，它可以用编号点歌，按那个点那个遥控器的数字线啊，点个八。可以用数字歌号点歌，可以加上去了。播放云歌曲不需要硬盘。喂，就可以唱歌了，就有麦克风可以唱。这个支持高清的。这个歌曲是720p 的，还可以支持到1080p 的都可以，也可以支持 4K。
切到音乐伴唱，那就没有人声了。切到人声，是阿哥西，阿哥西，女哥西，去点歌。这是排行榜、专辑、歌曲类型，搜索。搜索这可以打字母进去，可以用歌星名、歌曲名，还有专辑名，还有混音，去搜歌。这个是收藏的，收藏的，已经收藏的，收藏的歌曲就是你在，比如说你在这点歌的时候呢，你可以按遥控器下的收藏键，你看它就显示一个红心。然后你回到这个收藏这个地方，它就你就看到它已经这就显示了已经收藏的歌曲了。这是已点的，就是说你点的这些歌曲的列表的排序都在这里排队排队播放。我们看一下 YouTube KaraOK 怎么用，这里有一个 YouTube， 然后我可以查。是键盘里可以查，比如说查 live， 然后这地方可以打勾 ，KaraOK 也可以。也可以去掉勾，去掉勾的话可以搜电影啊，或者 YouTube 的上面的其他的视频都可以。要打勾的话就只搜出来是 KaraOK 歌曲。我们就可以搜一下。这也都是 KaraOK 的。左边的它有显示它的封面。这列图是你的，那我们选这首歌啊。看屏幕上，这六个九的这个就是 YouTube 的歌曲，来看一下，这个是 YouTube 上的。KaraOK 歌曲，
通常来说，我们的点歌机它是不需要安装硬盘也可以正常工作，因为它支持云卡拉 OK 在线播放功能，所以就直接就可以连上电视，连上网络，它就可以使用了。但是呢，如果你希望从云上面下载歌曲到一个本地的硬盘上面，或者是你自己有硬盘的歌库，可以安装硬盘，可以安装硬盘到点歌机里面，然后点歌机同时也支持硬盘点歌，也支持云点歌。当你买回来一个新的硬盘的时候，首先把它安装进去，把盖子，这个点歌机的盖子，它有几个。这里有个硬盘的位置，安装位置。当你买回个新硬盘的时候，可以直接安装，把硬盘线插好。这里有几个安装孔位，这个安装孔位，我们在配件袋里面有硬盘的固定螺丝，可以在下面把这个硬盘固定好。但是这样安装完硬盘以后它还不能工作，需要把安装 Hello OK 的系统文件，这个系统文件在我们配件袋里面有，就是这个光盘里面，需要把光盘里的内容拷贝到硬盘里来，它就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拷贝的通常需要一台电脑来做这件事情。在配件袋里有一条这个迷你 USB 线，用来把点歌机里的硬盘跟电脑连接起来。我们看一下 USB 的迷你 USB 的线，把它连接到电脑，然后打开开关，一定要打开开关，电脑才能识别到点歌机里的硬盘。然后把光碟里的内容读出来，好的，然后用光碟里的系统文件的你的这个软件工具里面有一个格式化的软件，把这个软件安装到电脑里，然后用这个格式化软件格式化硬盘，格式化好了以后，把光盘里的所有的系统文件所有的内容，包括系统文件，包括所有的文件夹，包括演示的歌曲 demo 歌曲，全部拷贝到硬盘里。 OK， 这样的话这个硬盘就系统文件就安装成了，然后硬盘就可以正常的工作了。当然了，如果你不想这种方式连接，那你可以买回来硬盘以后直接连接到电脑上，然后把光碟里的内容拷贝进硬盘里面，之后拷贝完了以后再把硬盘装到点歌机里也可以，这种方式，这是第二种方式啊。另外呢，最重要的是，如果您的光碟坏了，或者你也没有，有些电脑它没有这个 DVD-ROM 啊，没办法读到这个光碟，那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把所有光碟里的内容下载，就是系统文件可以下载下来，完整的系统文件下载下来，然后把这个整个光盘里的系统文件就下载下来的可以下载下来，然后再把它拷贝到硬盘里面也可以。总之是需要有系统文件安装到硬盘里面，硬盘才能够在点歌机里面正常的工作啊。这个点歌机呢是支持手机点歌的，我们看一下怎么样操作。
这里呢有 Lemon KTV 和 Cloud KTV， 两个都支持手机点歌。拿 Lemon KTV 为例，你看一下主菜单，到 KTV 设置这里面，到 KTV 网络，然后呢这里呢就已经显示了可以用点歌机作为服务器，然后手机呢连接点歌机，然后进行操作。手机的客户端 APP 呢可以从这里扫描，扫二维码，左边的这个二维码是用给 iPhone 手机的，右边的这个是给安卓手机的，就分别去扫描，根据自己的手机是什么系统扫描二维码，然后可以下载相应的客户端 APP。 拿 iPhone 手机为例，首先呢可以从苹果商店里面搜索 Lemon KTV，然后就可以把相关的客户端的应用下载到手机里了。这有已经下载好的 Lemon KTV 客户端 APP， 我们点进去看。首先呢到 Setup 里面搜索，这搜索点歌机的 IP， 黄色的灯亮了就表示连接上了，表示连接上了。然后下面的这滚轮呢就是设置就是界面的语种啊，可以啊。好，我们已经连接上了，返回到主菜单，然后 update 数据，就是把那个硬盘里的 update menu data， 把硬盘里的菜单的图片啊数据就同步到手机来，然后把歌单同步到手机来，根据歌单的大小需要一点点时间，然后可以同步一下歌星的图片。好了，同步成功。然后我们看一下到语种这里看一下，好，歌曲的列表都在这里了，还有越南歌的歌曲列表都在这里了。我们可以 点一首歌，屏幕马上就显示了，点第二首歌，第三首歌，我们看到可以看疑点，疑点这已经点了有四首歌，就是这样可以点歌，也可以根据歌星来点，可以根据歌星来点歌。这里呢我们可以点 YouTube 的歌曲，看到主菜单这里，看这有一个 YouTube 的可以点，也可以用遥控去点这个 YouTube 的也可以用手机点，那手机呢就点这里，就是这里就可以了。我们试一下，这是卡拉 OK， 可以点亮不可以点亮，点亮了就表示搜的全部都是卡拉 OK 的歌曲，不点亮了就可以搜很多电影都可以啊，电影啊视频啊都可以，我们搜卡拉 OK 吧。于是你看这里就显示了卡拉 OK 的这些全部都是卡拉 OK 的歌，我们可以点加到这六个九就是 YouTube 的歌曲，就可以点进去了，点进去了。我们看一下疑点的菜单里面，下面的这后面的这三首就是 YouTube 的歌曲，它可以跟我们硬盘的歌曲啊混在一起去使用。
设置界面，设置界面的第一个是通用设置界面，第一个是从哪个歌单装载啊，它也可以支持多歌单的啊，一般我们默认是 solist.txt， IDK 是加密的歌单，它跟这个 txt 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个加密的歌单是 IDK 的，就 solist.idk。这个是评分，评分可以打开来，有自动评分和真实评分。真实评分就是，用麦克风唱歌的时候唱的人的真实的评分。这自动评分呢，就是说不管有没有人唱，就是说在歌曲的后面就会它自动就出现一个评分，就活跃气氛用的。这时间啊，显示时间在这个屏幕上面。AGC 就是自动音量平衡，这个点歌机有这个功能，自动音量平衡的功能。打开了以后呢，就可以说每首歌的它的音量呢，就尽量在一个水平上，啊，默认是关闭的。这个是启动的这个桌面，桌面是 KTV 的桌面。还是一般的，像刚才的默认的桌面就是一个墙纸，那个这个就是默认了，一般也不需改动。这个就是三轮版的长度，就是歌曲编号的长度，我们是六位数的，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啊，六零零零幺啊，对不对？就是六位数。以前老的机器的话是有五位数的歌单，可以，所以呢，这个机器可以支持老的机器，老的歌单，现在默认一般都是六位的。Flower Singing， 跟唱，跟唱就是说，唱卡拉 OK 的时候，它有原唱在那里播放的时候，我们用麦克风去唱歌，当我们不唱的时候。就有原唱在，我们唱的时候原唱就自动就消失了，这就是跟唱，就是跟着原唱来去学唱歌，就是这个可以打开来也可以关闭。这个六个零显示或者不显示，就是开机的时候我们这个界面呢，点歌的界面它有六个零，就提示可以输入歌曲编号，也可以不显示，你可以试一试。这个是播放背景，视频排序，它是有两种排序的，一个是按的正常的，就是说 A B C D 到 Z 这种排序，还有一种的排序呢，就是关闭的话，它就是按的歌单的到歌曲文件的排列去顺序播放的。这个是麦克风的开关，麦克风的声音从 H D I 到电视，就是可以在电视上面。听到麦克风唱歌的人的声音，如果切到 HDI 的 有麦克风声音，和那个左右声道也有麦克风的声音，左右声道就可以连到功放上去。有些人呢就不喜欢，就是说电视上的有麦克风的声音，那怎么办？就切到这个，就只剩下左右输出，左右输出就是说它麦克风呢就直接进到扩音机上面。我们默认的话 HDI 这里呢是有麦克风声音的。这个是菜单的语言，默认是英文的，可以切换到中文，看一下，那这个就这个菜单的界面就变成中文的了。如果想切成越南文也可以。好，这界面就是越南文的了。我们恢复它的初始状态，是英文的。KTV Network， 这个呢是用来连接手机的，
用手机点歌的话，点歌的时候呢，需要跟手机通过 WiFi 连接。这里呢，这个点歌机就作为一个 server， 就是作为一个服务器，跟手机连接。啊，这有 IP 的地址，啊，都可以。然后呢，比如说连接上的话，这个灯就会亮的。要安装手机客户端 APP， 客户端的应用可以扫这里下载。iPhone 手机的是扫左边的这个二维码，安卓手机的扫右边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下载 ARKTV 客户端的应用，下载在手机上，手机上就可以操作点歌机了。这个呢是WiFi code 的输入口，这个做什么用呢？就是说硬盘里的歌曲，有些客户他是把它加密了，加密的时候我们提供的有加密工具，加密工具加密这些歌曲的时候呢，需要输入一个自己定的 WiFi code， 输入进去以后自己记住以后把硬盘装到机器里面以后呢，就要在这里这个位置上输入你加密时候使用的那个 WiFi code， 这样的话呢，这个点歌机就可以播放你加密的歌曲了。具体的这个使用的话可以看说明书。 code 这里呢会跳转到点歌机的 Label Code 的那个 APP 去，跳到那里去可以让你从云上面下载歌曲到你的硬盘。这个在另一个视频片段里面可以给你演示。这加歌就是从其他的地方把歌曲加到硬盘，比如说 USB 的扩展硬盘， USB 的外接硬盘， USB U 盘，还有 SD 卡也好，主要是外接的USB 硬盘，把它的歌曲拷贝到机器的内部硬盘里面去，这样的就是一种加歌的方式，高级设置，这也就设置密码了，密码是3308。这里就表示系统是从什么位置启动，默认是从硬盘启动，也可以从外接硬盘。如果是有些客户呢，在机器里面他不装硬盘，他只是有一个移动硬盘，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 USB 的插移动硬盘到机器上面，然后呢卡拉 OK 呢就从移动硬盘上面启动。USB 移动硬盘里面的必须要有歌曲，必须要有卡拉 OK 系统文件，这两个条件都必须要有的，这样才能够从，就是说从扩展的，就是移动硬盘上面去启动，也可以从 SD 卡启动。update 就是说这个当前这个 APP 这个应用。Label KTV 这个应用可以升级到最新的版本。现在有一个最新版本，可以升级一下。进去了，升级好了。就升级好了，这里就没有那个升级的那个提示了。刚才有一个提示啊，比如说上面有个一啊，有个提示，这密码就不用说了，这总共的大概就是一个这样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方法，操作的一个简单的操作，
啊，具体的更详细的操作可以看说明书。好，我们退出了。在点歌机可以从云服务器上面下载歌曲到本地的硬盘，就是点歌机的硬盘里面去。怎么做到呢？就是需要用到这个 Raven Cloud App， 我点进去看，这里边呢就有一个公有云歌曲和私有云的歌曲。私有云的歌曲是属于代理商自己提供的歌曲，在云上面他们自己建的服务器，自己把歌曲上传上去，然后以付费的方式提供给他的零售客户。这个私有云的歌曲不是由我们厂家提供的，我们厂家提供的是这个公有云的歌曲，这里就着重只讲公有云的歌曲的下载操作。这样连接到云服务器，从云服务器上面下载歌单，歌单已经下载好了。这里的就是歌曲的列表，这位 VIP 就表示是付费的歌曲，没有 VIP 的是免费的歌曲。左边呢，这边呢是搜索，可以用歌曲名、歌曲名、歌曲编号、语种，还有日期，还有正的序列、反的序列，还有顺序、排列顺序去搜索歌曲。这边的语种这边有挺多的，就是这个云上面的歌曲呢有。目前都有这些歌曲，公有云的歌曲啊，都有这些歌曲，中文的、粤语的、台语的、英文的、日语的，还有泰文歌曲，韩语歌、越南歌，还有告别语歌曲，就是柬埔寨的这个，还有老挝的歌曲。这个是默认是越南歌曲的，我们看的免费的，点一下，选曲，啊，选两首。然后再把光标移到右边，这个去下载，啊，这些就已经列表全部在这里了，啊，它就开始下载了。看下面有截图条，就可以下载到硬盘，自动下载到硬盘。下载到硬盘以后呢，它可以自动建那个歌单，这些都是自动的。只要是下载完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到 Live KTV 或者是 Cloud KTV 的去选取硬盘里的歌曲播放了。我回到这个列表界面，这样 VIP 的歌曲呢是属于付费的。你看下面需要一个付费，这付费怎么付费呢？要去到这个账号这里来啊，账号这里来，进到账号里，这里呢就需要输入一个 VIP source download code。这个 VIP code 呢是从哪里得到的？就从下面看，下面有一个网站的连接。就 karaokepay.livektv.com 或者扫这个二维码也可以，就进入到那个这个网站啊。现在进到这个网站来了，这网站来以后呢，就输入你的邮箱，然后选择你需要购买的点数，或者是按月付费，月会员，就 VIP 的会员，然后购买，也通过PayPal票购买，啊，那购买以后呢，就得到一个 VIP 的 code， 然后把这个 VIP code 呢，再回到这个点歌机的这个界面，到这里来，啊，输入进去，啊，输入这个 code 进去就 OK 了，然后就可以到这个界面下载 VIP 的歌曲了。可以是按点数，一个点数一首歌，可以买这个点数。也可以按月，就是说一个月是多少钱，然后你这个一个月内是随便下载这个 VIP 的歌曲，不受数量限制。那现在我们就退出这个，按两次 back 键，再一次，再一次，
就推出来了。卡拉 OK QC 这个是整理歌单的时候用的，就是有些歌单啊，或者你硬盘里的歌曲啊，都有哪些歌曲，它都给你列出来，可以，好，都列出来，你可以去检查这个硬盘里的歌曲，翻页，等等这些用来自检的。这个下载的歌曲，从一个有歌曲下载的这个功能，就介绍到这里。有时候我们需要更新固件，比如说一些固件的话，它已经不是最新的固件了，那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升级固件。第一种方式是在线升级，第二种方式就是手动升级，在本地升级。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升级方式，都需要一张 SD 卡，空白的啊，这个需要去自己到市场上购买，需要一张 SD 卡，空白的。然后呢，如果你是在线升级的话，那只需要直接把 SD 卡插入到点歌机的背板的 SD 卡槽里面，然后连接好网络，连接好电视，然后在界面的右上角是当前的固件的最新的版本啊，这里是 19.0510， 接下面的这个是在线的更新，就是说要连上网络，然后依靠这个空白的 SD 卡更新，将网络上的固件下载到 SD 卡里面去升级。然后检查，这个目前已经是最新版本了，但是仍然可以 update。这样的话，如果是点歌机已经是连接的网络的话，那可以就是说在线 update。然后它会把服务器上云上面的固件下载到本地的 SD 卡里面，然后再从 SD 卡里面自动升级啊，这是可以不用干预，它就自己就可以升级的啊，可以自动 update 固件了，要等几分钟。升级固件的第二个方式就是手动方式，它同样需要一张新的 SD 卡，然后通过电脑来完成。把SD卡插到电脑上。那从我们的这网站找，可以下载这个，这个就是固件。下载下来到拷贝到 SD 卡里面去，好，之后把 SD 卡插入到点歌机的背板的 SD 卡槽里面，打开点歌机，连接好电视，啊，对，然后在界面的右上角是当前的固件的最新的版本啊，这里是19.0510，这要选择的就选择 SD 卡，选择文件啊，这里就有，比如说选择这个最新的这固件，就是 SD 卡里的，然后update，它会自动关电，然后重新启动，它开始自动update固件了，要等几分钟。